老婆管太严，这些行为太 over。他只把日期列出来，然后叫我填，叫你你要珍惜。当他有一天他的所有的旅程都没你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，第一排的那个麦克风都可以关掉。红包整个给他，把其他那几千抽出来，然后留。我去看电影，切记看手机，然后一亮，他就等一下，哎呦，他谁？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